Ouais.喂，晚上好！感谢金河王叔送的加油鸭，谢谢大帅哥，这是什么鬼？老板送的一直陪伴你。感谢莫吉托送的加油鸭，谢谢奶糖是只猫送的加油鸭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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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小硕送的加油鸭，谢谢 CIO 送的加油鸭。手上几颗珠子？2、4、6、8，八颗珠子！我的妈呀！感谢大帅哥、落叶听风大老板送的一直陪伴你。今天有没有暗黑地牢？你猜？你猜？你猜一猜？你尽管大胆，你猜。感谢借过老板送的多喝热水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完了，清场了。向上反弹时穿过。这一杠二确实伤害太低了，3-6、4-7，你别说，火球确实是猛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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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卸载了？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完全没听没看明白，也没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说啥呢？你在说啥呢？这么好的游戏能卸载？感谢怡宝 F 光球仪总大帅哥老板送的保时捷。糟了，他给我说的那游戏叫啥名字？三个字的叫啥名字？我给忘了。我现在开局不会轻易开盘的，我现在开局都是有计划的。我看整个局势成熟了，我再开。局势成熟的时候，得让左边是左右是个五五开吧？这左右公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平的这个比例，我
游戏先要发展一下啊，先得让游戏发展一下。我觉得1.5倍速刚好，我感觉1.5倍速刚刚好。猛毒翻倍，比较少见到。冰锥会穿第一个钉子。看宝箱出什么，我感觉这把大概率退了。左左右右，左左左左，来晚了，今天来晚了，吃饭去了。今天去吃了个大海鲜，来晚了。感谢一展送的点亮。复制力所有的弹珠，复制力随机的一颗弹珠。退游。感谢周总、周老板送的比心兔兔。他复制我一颗石头，我直接退游。我有脾气的，我这人有脾气的。把弄走的石头还给我，我跟你玩个蛋，我把我当大傻子，我。剑姬开盘，现在是剑姬开盘，现在不是随便乱开了，时代不同了。有个成语叫剑姬形式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叫剑姬开盘。剑姬开盘，剑姬死剁。谢谢我老板送的小型特效。重锤确实差呀，差是确实差。这一杠二他说能打出10000伤害，怎么打出来的？
造成暴击伤害时从敌人后背后发射，也没什么用啊，回弦弹珠。他是怎么打出一万多的？指挥一局，你给介绍一下，你是怎么打出一万多的？我听你介绍一下。我来了。给我吃嘚儿住了，实太猛。喂，怎么打出一万的？有装备就有一万呗呀。什么装备？什么装备打出打装备搭配打出一万的？哎呦，就给介绍介绍呢。那个闪电，然后不是有一个那个钉子加固吗？哦，闪电配钉子加固。那个是要一下子弹三下嘛，就一下子触发很多，然后有个回声宝盒。我感觉你别说话就行了。没事，我开难之一啊。感谢刚刚送来的纸鹤，谢谢 Echo 发送的 Circle Life。我操，这刷新匕首岂不是无敌？我给个刷新匕首，我的天哪，刷新匕首我都没怎么见过，老牛逼了。感谢呆萌送的教育啊！哎呀，开幕暴击我，上来喷个雷我，直接无敌，宣布起来！你光是一个闪电，再配一个加固的钉子，你也打不出一万吧？还有什么花头塞进去的？回声呀，我不是闪电打出一万呀，我是第二个回声宝。回声宝珠打的一万，回声宝珠三级是司蛮宁啊，可以啊。那你那个闪电是跟谁配合的？闪电就和钉子啊，前一个4000多，下一个又打4000多，这加起来不是10000多吗？而且有个翻倍啊，回声有个 bug， 回声和将你那个回声宝珠能多次触发，懂吗？会瞬间弹很高一。回声加回声宝珠多次触发。对啊，就是回声有如果你有两个回声的效果，它会触发多重效果。就是拿了这个回声宝珠再拿回声，对，你是靠 bug 打出来的？这不算 bug 呀，他是说他是乘法，他不是加法，懂吗？他是乘法。师姐加套娃也能随便上万？对，反正我谈过一次1700。那搞了半天就是选点遗物了，跟套不套也没什么关系喽。对啊，主要还是遗物啊，遗物。再看珠子呀，这一物出的门，你就不就是乱胡吗？说到底，有问号呀。感谢张总张老板送的真爱玫瑰，谢谢丹尼森送的加油呀。开始最强的是一本书，啊，问号有机遇变成箱子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就是问号关卡增加7%的几率变成箱子，然后你就乱开装备，就这意思。差很多。但箱子好像出的东西没有精英怪给的那个宝物厉害。箱子里出的东西就是比较一般品质的宝物，它不是那种大宝物。问题是你多了你就有了呀。就是你意思是把垃圾宝物都拿光，真是线下来只能给你好宝物了。没有啊，有这么个意思啊？打图高的好像是差接近三排多吧，接近就左边有三排宝物。对，然后珠子都是好珠子，那种好珠子满级。中途问号最好的，我感觉还是铁山好，直接拿二级宝珠，然后你随便一下子就上三级够了。真僵硬，我拿了钱尾珠给我拿套娃，我的妈，我真僵硬。拿呀，可以拿呀。我有钱尾珠，我还要套娃干什么？
你邪美珠用完之后，万一你没打死套娃，下一波伤害就无敌呗。或者你打一个套娃出去之后，然后下一波你邪美出个伤害也能吃到套娃上一波个爆炸伤害呀，啥意思对啊？不对？就是说，比如你第一个是套娃，你套娃直接打一轮爆炸伤害，吃了吧三四百点，你下一个邪美珠他也能吃到这三四百点的回声伤害呀，直接就叠上来呀。套娃是很好叠伤害一个一个，啊，邪尾猪跟套娃不是一块的，也能互相弄回声，也算是套体系呀，可以算体系一个呀。是这么搞的啊？对呀，但我已经买不了了。所以说你又错过了一次伤害提升额，套娃配合邪尾猪。也是可以配合呀，对啊，一直可以配合。套娃是万用的，我每一轮必拿。是谁一直在那谣传主播炸弹流的？谁？一个给我套娃在我面前，我一颗炸弹，我直接抠鼻子搓成个炸弹塞你嘴里。我跟你说，怎么吃不了？哎，那个腿儿，谁回说吃声不了是的？那你个跟他珠理论一子，下。上一个珠子个技能，兄弟们，你们在看什么？别糊涂了。套娃没回声，那不是他说衔尾珠在上面，然后套娃在下面，衔尾珠打完了，套娃能吃到伤害。那你套娃打完了，你随便打个刷新，套娃本来就是很高伤害的一个呀，对不对？套娃本来就属于很高伤害的一个。还真没有，那还不如衔尾珠连着一起回声的。没啊，你刷新之后，衔尾珠也会刷新的，明白吗？对啊，但是三级衔尾珠可以打五次啊，叠五次啊，你套娃跟那个来回不是浪费吗？第六次的时候已经是没了呀。已经有人说了，套娃没伤害的。你到底测试过你说的那东西没有？套娃有伤害的，那让他们拿出烂十个记录来。我刚抠的鼻屎啊，很新鲜。既然你说了主播只会炸弹，我就把我的鼻屎搓成炸弹喂你，给你喂的饱饱的。哼，我确实只会炸弹，我就会把鼻屎抠成炸弹，然后送你嘴里。我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天天在这造谣诬陷人，我请你吃鼻屎炒炸弹，我请你吃鼻屎炸弹，我。给你塞实了，我让你造谣，我让你造，不是，今天邪尾猪开局，左边还拉了个2.4倍啊，这么膨胀的，瞧不起人是吧？好小伙子，喜欢瞧不起人。邪尾猪到后面确实没有什么大用，伤害不够。你看我怎么爽5个7，你就瞧好着吧。伤害不够一个，开国际玩笑，第一回合把5个7屁股狠狠的拍打起来，啊？怎么回事？但是纽格，但小敏也是保不住了，啊？怎么说啊？纽格，昨天大胡子劈我头上是吧？死！我让你混，纽格。邪尾猪配强劲，天下无敌吧？是这样吧？打，可以算是吧？是不是天下无敌？强劲哪个体系都可以啊。强劲是要你有这个西兰花之后，你也比掌握一些刷新。他奶奶个腿的，他不开化，我的不开化。有个帽子是吧？有个帽子加2次刷新。那怎么回事？还有一本书可以加1次刷新，你可以找刷新多的人。回什么书？邪尾猪回什么书？回声拿3级吃衔尾珠100%伤害，不拿。我就一颗衔尾珠打到底。我有什么伤害残局？我不需要。衔尾珠的话，你打个弓箭手可能。当你获得强劲时，乘数额外加1，特训哑铃无敌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直接无敌我。伤害会很强。把无敌刻在他的脑门上我。屎给他打出来，我让你混。哇塞，我这强力层数，我的妈，我看了我都害怕。好，小鼹鼠胆子大，敢过来是吧？看什么？那个弩手。哦，那个弩手我弄起来稍微麻烦点。那你是弄不了了。邪尾猪打弩手最吃亏。对啊，因为你穿不过。我配个炸弹不就行了吗？
被你刚配加干的时候，配个炸弹我不稳稳的吃他，以为我吃素的啊？反正到我这边很难秒，炸弹伤害减速。我直接秒了他，我一回合直接秒了他，跟屎给他打出来，我就像那些诬陷我的人，说我是炸弹流，我当场鼻屎抠出来爆炒，请他乱吃我。啊，树我都给他打掉了，不让你混，看你混我就来气我。那我拿颗石头了，如果第二关有那啥的话，可以啊。万一不行，我转块石头，我灵活多变。反正你可以丢嘛，反正可以丢，无所谓的，对不对？反正可以丢。万一他是冲击波，我就用那石头把他怪一清。这个吃狼的羊跟苍柏松、苍松柏树都说不要石头。大指导分析的，大指导。我无所谓。先看看情况。你问我的话，我是哪的？我不一定板砖的。那你衔尾珠是配吸铁石还是配通灵药水啊？大指导说说看的。你的衔尾珠是配哪个的？后面两个都行。你说说你是配哪个的？你两个总得做出一个抉择吧。我你有这边你炸弹多的话，我肯定优先吸铁石呀。你加干本来很多呀。什么炸弹多？我有炸弹吗？你左边加了三个炸弹呀，就是初始面上多三个炸弹。看你这个石给。哇，就跟你反着干，我觉得你说的就是错的。然后这个会减一个刷新，然后你西班花又少了一个刷新更加强劲的东西。有刷新的，我画面有刷新的，我又不是没有刷新。少一个呀，少一个，本来两个的，现在就一个了，只有一个刷新。Boss 是谁？我忘记看了，我。好像是乌鸦嘴。打弩炮啊！他们说 Boss 是打弩炮、啊。这关 boss 只有弩炮和那个和大石头，大石头是被衔尾珠乱爽的。完了，弩炮要把我乱爽，先去商店削个聘。削个聘可以吧？不可以，不让我去商店削个聘。又是两层强劲，重新装填给两层强劲，只能拿这个。刚才第一关通关的那块石头，那块石头是专门打 UE 的，直接滚过去可以打一大圈。我只要找到穿透圣物就可以乱杀 boss， 穿透圣物很少，极少，出现概率极低。挺多的。多吗？我好像打了两天一次都没遇到过。那你要什么穿透？有把斧头，伤害溢出会穿透，有把矛，它是直接穿透两个人的。不是，我要一个遗物，只要我打出来，就直接可以穿两人。我要这个。那个伤害，只要我射出去我就穿，我要这个。那比较难。对啊，我就说这个比较难啊。你要想想，你要从几百个遗物里面选择一个。这一共有几百个遗物吗？这游戏？有。我现在一百多个。还一直在刷新，一直开出新的遗物。你总督建一百多个，一直开新的。我是不是打一个新的？这混蛋就是不让我喷炸弹，我。
他说可以删掉暴击是什么意思？我47层，我的妈呀，强劲47层，就让我把那个感叹号删除掉，不要暴击。感叹号对我来说是个完全负面的影响。那我也得找到可以删暴击的东西，得有一个遗物让场面上的那个暴击移除掉。你有才行。对，得有才行，没那就没办法呀。遗物不说，是看啥，有啥玩啥，不是说你想来啥来啥。猛毒、记忆、闪电，当没看见。商店在左边，我的妈！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没看见。我这边我在打呢，没看见。嗯？肯定打精英啊，这必打精英了，这不打精英了，这不大傻子我，这100%必打精英。但我现在没有群攻啊，他奶奶个腿的！找呀，或者找一个能穿透的就行了，两层的也可以了。两层你因为他就一只怪嘛，穿一层就够了。前面两个盾牌恶心坏了我。确实找不到，没得办法，确实找不到。真该打那个鬼叔，真的。我是说那鬼叔，他说不打呀。我说可以啊呀，你是爱慕不敢的呀，甩锅是吧？要不要翻录像？我说是可以拿的，我说是拿的。当时读了两个没牌子的，他妈都说石头没用，然后下面一个人又敲了一个边说别拿，连着两个，连着一个左右连招。来了，财宝个故事。一个左右连招。下的是右边啊，这些人下的是右边。我下的是右边，所以说我支持你。瞧不起人是吧？你用弦尾柱能过六，我就过不了是吧？瞧不起人是吧？运气个，我俺把运气好。瞧不起人是吧你？啊？而且我弦尾柱我也不敢跟只有一个弦尾柱呀，我俺一把。敲 B 木子，李大木子。钉子玩一个呀。拉大木子，嘎达米斯穿越石我。说出来话都没人听得懂。听懂请掌声。看没人掌声，谢谢抱歉你不配送的黄桃罐头，感谢777送的加油呀！大家都懵逼了，不知道他在说点什么鸟语。各位良民，希望说一点。你说的是什么话了？这位良民，希望你说一点。你瞧瞧你说的是什么话，我的。这是人言否啊，人言否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习习勿减为俊杰。你这走出去要被别人拉到沟里打的，小兄弟。认真一点。专门搞这个台军配音的了。怎么台军了卢总。专门搞台军配音的了，专业的了。这个斧头可以考虑拿的，拿个屁！什么东西？暴击羊毛是什么东西？大解释一下。就是说，它会伤害会翻倍，
你触发暴击的时候，触发第二个暴击的时候，暴击羊毛可以拿？没有，拿个屁！我跟现在跟暴击没什么关系。你强劲拿羊毛干什么？哦，你是强劲，你左边有触发，有增加那些个吗？没有就算了。今天搬来了大指导，现场坐镇，临阵指挥我。那师傅不是也在吗？那师傅也是个老。饱经风霜的老哥布林是给啥？我给忘了大。什么东西啊？他是？就这个毒。啊？下面翻倍，下面零点五倍或者翻倍伤害。我赌这个啊？筹码。你当我傻、啊？我建议别赌。你当我傻、啊、你？我全赌。还赌一个？怕什么？我必赌。怕什么？啊，除非你认为你运气不够，啊，只能拿运气。我又不是靠运气的人，我玩游戏从来不靠运气。你说对了，我运气不够，我从来不靠运气的。那没办法，我这样说吧，那我没办法。我又不是你跟包包这样的，全靠运气吃饭的。那你又让我指挥？对，我让你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呀。问题是你一直在拿着错误答案呀。我没拿错误答案，我让你帮忙排除错误答案而已。你指挥是有功效的。啊！我这套娃还哪骂大？看一下那个扫把的，扫把是打什么的？扫把是那个绝技伤害，有毛用啊？他就是说他吃双倍的绝技和强劲这些效果，强劲是十成，他就加二十点伤害，懂我吗？是属于这个。炮娃清不了场呀？没清场呀？你现在需要的是清场呀？安全网怀表和什么吊坠 有什么差异？或者安全网呗。运气好，怀表时间够的话就能超过安全网。运气不好，我没运气的人，我只能选安全网了。安全网固定就是起始就直接是能五点伤害清除了。每次射出去都有这效果了。对啊，每次都有。接受他的遗物是给什么的？来，不拿白不拿。这个好像是随机的吧？他给你东西送你什么是随机的了？对呀、啊，他是这个好像是贿赂你吧？记得，他说你暴露我什么？我需要一些。我需要一颗炸弹，不然我这关真没了。炸弹翻倍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一个初始炸弹翻倍。我没有呀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啊，可以吗？对目标敌人造成等同钉子刷新数量伤害，这个应该可以。你两百块全买呗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全都拿下。对啊，你有钱你就买呗，珠子不买。扫货。谢谢紫喵送来的直播，感谢石头送的 Slife， 谢谢鸟号送的点亮，感谢醉酒一凡尘送的小心。我每次反正 boss 前我都把钱花完，下一关是下一关的事情。他这说的没什么问题啊，你人死了钱没花光，直接退我们好了啊。人死的钱都没花光，那就退游了，那还留着干嘛了？留你何用？我们有两个小弓箭手。哎呀，没打到啊！我的天哪，臭啊！炸弹射射吧，
哎呦，太难摸炸弹了，不搞炸弹嘛又清不了场。哇塞，他还回25啊，我的个妈，哇塞，正好差一滴血，难受的要皮，我这小子乱回血。我最快速度把盾牌兵秒了不就行了吗？我又不是没有秒杀他的能力，我最快速度将其秒杀不就结束了吗？那你也要两回合呀。我第一回合直接打死他不可能吗？你没穿透呀，第一回合你是打一万伤害也好，你没有穿透的话你也是打盾牌。有炸弹的呀，怕什么了，除非你一次性能打250血可以打五个炸弹。哇塞，这没塞进去啊，这合理吗？又要被乌鸦坐飞机喽。干什么，你五万积分都拉左边啦？你那五万积分都出手了吗？有没有可能他一次只给你下3万？每次最多只能下3万分啊。哎呀，这没摸着炸弹，我这清场了，清场。可以瞄准任何敌人，怎么样？没有用，不要，你要战锤。什么意思？战锤什么意思？战锤是可以溢出的，就是说可以打后面了的。你第一个能把个秒啊，刚能把伤害顺回后面，而且他这个是能就是说直接越过盾牌兵的，能直接击毁盾牌。哪里说的直接击毁盾牌？一击可以摧毁木头呀。对呀、啊，木头就是盾牌呀。啊，直接回血。那你刚回血吧。直接回血。大老师是他下的是右边的，你跟他。我扣了10点血，我的妈！这下又闯大祸。本来可以扛3下，现在有点血。25，我想少了一下。这不是第一回合，如果能打3000的话，就不是把他秒了吗？如果第一回合打3000，对呀、啊。这么说吧，刚刚第一回合要是有个套娃，直接现在能叠1000，然后这回合再打一个出去，啊，碰个炸弹，那直接能清个前排，基本开就没了。他这个刷新小兵刷新害自己了，他摸不到炸弹了。我在摸炸弹呀、啊，我在努力呀、啊，我正在努力呀、啊。要上剑了呀！每杀一个小兵，你就重新刷新一次。哎呀，这把。怎么说？奶奶个腿儿的！19层强劲，怎么说？250一个，到底谁是250？他是250，还是我是250？炸弹够
炸弹画面上有呀。